好，我叫 Isaac， 我是 Charlie 咧喺青年獅子會裏面嘅朋友。咁我哋咧其實都認識咗十年噶啦。喺前年咧，我同 Charlie 咧仲一齊幫我哋嘅前區會長阿軒咧嘅婚禮做司儀添。咁啊到今日咧就見到 Charlie 咧就大個仔，終於就成家立室。咁我哋作為朋友咧都好開心嘅。係啊，今日真係好開心嘅。啊 ，Isaac 啊，我知道咧 ，Tasha 嘅擲偶條件好高嘅喎，唔知道 Charlie 用咗啲咩法寶去追啊 Tasha 翻嚟咧？其實咧 ，Charlie 咧都係一個好高質素嘅男仔嚟嘅，因為佢咧好孝順，這個父母一定同意啊，對朋友又好好，咁咧又喺投資銀行嗰度工作啦，同埋咧仲好有上進心嘅。啊，我都好同意你嘅講法嘅。咁我哋咧根據我哋嘅觀察啦，咁啊 Charlie 咧的而且確咧係一個好男仔嚟嘅喎。咁佢哋個邂逅又係點嘅咧？咁啊，根據我嘅理解咧，話説當時咧 ，Tasha 咧就想問 Charlie 咧一啲關於旅行嘅意見。啊，咁呢個咧就即係咁啱就開正啊 Charlie 嗰份啦，因為其實大家都熟佢嘅朋友都知啊，其實佢好中意去旅行嘅，同埋佢去過好多唔同嘅國家嘅。咁所以咧，佢哋由傾下傾下，俾下意見，就發展成為咗咧一齊去咗旅行。哦，換言之咧，佢哋咧就係咧情投意合。志趣相同，而慢慢咧咁樣產生愛意嘅喎。其實咧唔單止係咁樣嘅 ，Charlie 咧個人咧仲係對 Tasha 咧好細心，無微不至，照顧佢好好嘅。話説有一次咧 ，Tasha 咧就病咗，咁咧當時啊 ，Charlie 咧就一早起身就自己喺度煲粥，咁煲完粥咧就攞去俾阿 Tasha， 跟住自己先翻工嘅。啊，咁啊仲有就係咧，Tasha 好中意食花生醬嘅。咁嗰個 Charlie 咧，可以做咩呢？就係佢可以有心知道咧，喺屋企做自家製花生醬喎。咁呢個唔係重點，重點咧就係話佢做完之後咧，個攪拌機爛咗喎。哎呀，真係噶？係啊，即係佢幾用心去做呢個花生醬。係喎，佢真係為咗 Tasha 真係付出咗好多噶喎。咁咧一段關係咧都要靠雙方嘅付出嘅。咁除咗咧 Charlie 為Tasha 付出好多之外咧，咁 Tasha 咧都為Charlie 咧用咗好多努力噶。咁樣咧，因為你知啦，咁女仔嘅想男仔有餐好飯食噶啦。咁我知道咧，Tasha 咧喺佢嘅廚藝嗰度咧下咗好多苦功喎。咁而家咧煮到一手咧米芝蓮嘅菜式咧去俾Charlie 食噶。哎呀！Isaac 啊，你睇下新郎哥喺台下几紧张，我哋咧事不宜迟啦，不如我哋请咧新郎哥咧出嚟台前准备一下先。好，我哋请 Charlie。同一时间咧，我哋亦都请大家用热烈嘅掌声欢迎 Tasha 嘅爸爸带领 Tasha 进场。莊嚴同埋有約束力嘅，喺法律上係一男一女自愿終身結合，係唔容許有第三者介入。所以，蕭啟正先生、姜雷小姐，你哋嘅婚禮雖然係冇世俗或者係宗教嘅儀式，但係你喺本人同埋在場人士面前表示以對方為配偶，並且簽字為證之後，你哋就成為合法嘅夫妻。蕭啟正，你是否願意娶姜雷為你的合法妻子？我願意。請讀出誓詞。我請在場各人見證，我蕭啟正願意你姜雷為我合法妻子。
我承諾無論環境順逆疾病健康富裕貧窮快樂優秀我將永遠愛慕無理尊重終身不渝將來你是否願意嫁蕭啟正為你的合法丈夫我願意请读出誓词我请在场个人见证我江磊愿以你萧启正为我合法丈夫我承诺无论是环境顺利疾病健康富裕贫穷快乐忧愁我将永远爱慕你尊敬你终生不渝看到这个戒指是金属精金做的即是代表他们的爱情就好像这个戒指那么坚固永恒同一时间大家看到这个戒指是圆形的即都代表他们的婚礼婚姻将会是完美完全我现在将这个祝福交给新郎哥为新娘子戴上这个戒指When she falls in love, we let her go. And I walk her down the aisle. She looks so beautiful in white. You look so beautiful in white. So as long as I live and love you, we'll have it all. You look so Sweetheart, sweetheart, won't you call my sweetheart off my feet? Catch me when I fall. Whisper, whisper, whisper these words. 咁咧，我谂大家咧都好想睇下究竟佢哋成长嘅过程系点样样噶啦。咁咧，我哋准备咗咧新人嘅成长片段，请大家细心欣赏。去片。Forever could never be long enough for me I feel like I've had long enough with you Forget the world now, we won't let them see But there's one thing left to do Not that the weight has lifted Charlie 呢原来由 BB 开始呢已经咁靓仔㗎啦我哋睇完咧一對新人嘅成長片段之後咧，我諗大家都好心急，想再一次咧見到一對新人嘅啦。請各位以最熱烈嘅掌聲歡迎蕭生、蕭太進場。大家可以一路歡呼，一路俾掌聲啊！好，大家再俾啲熱烈嘅掌聲，蕭生、蕭太。俾你哋嘅酒杯，向一對新人送上最熱烈嘅祝賀。
六、五、四個半、四、三、二、一個半、一。好，這個呢十秒呢就是象徵呢一對新人的婚姻是十全十美。咁唔知點解頭先特別激動，咁好似個角色都調轉咗，反正我就喊得好犀利。咁啊 ，Tasha 就好冷靜嚇。咁唔知讀嗰個宣言嘅時候係唔知點解突然間讀咗落去。咁因為有你冇得 rehearsal 咁樣啲。咁呢樣嘢咧我覺得我喺即係我人生裏邊好幸運，可以遇到 Tasha。咁係佢改變咗我好多。咁當然我哋大家都為大家改變好多。咁我覺得最重要係大家一齊成長咗好多。咁所以我希望由今日起，我哋繼續去不斷成長。多謝我嘅爹哋媽咪，養育咗我咁大，係咁好衷心多謝你哋，我會繼續遵從你哋嘅教訓，係啦，會孝順父母。好了，那现在我要讲普通话，爸爸妈妈，我知道蕾蕾从西安一人过来，你有那么有信心把她交给我，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我会照顾她一生一世。系啦，我讲嘢很多，多谢。咁快俾我老婆讲两句啦。其实刚才我们宣誓完了以后出去呢，大家都在说为什么你们俩反了？应该是女生比较多愁善感，要比较容易哭一点。我的化妆师也不停在提醒我，可能我会哭。但是呢，我看到她很有感触的样子，我就一直告自己要冷静，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哭成一团应该还蛮难看的。那其实我心里没有那么冷静，还是很澎湃的。其实首先呢，我觉得我真的要特别感谢我爸爸妈妈。我其实从小来说，我们家其实是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里，它其实是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形容，但它那个环境不是一个大城市的环境，跟香港是完全不同的。那我其实从小受的教育，他们俩给我的指引是，我觉得是非常国际化的，就是是他们一路指引着我，才能把我带到今天的这个地方，所以我特别要感谢他们。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我特别多缺点，我觉得 Starcom 的同事还有所有我的好朋友到场的应该都知道我脾气不好。那我觉得我爸我妈就真的是一直包容着我，然后给我很多的空间。他们不会是像一般的父母，说是你不能怎么样，所有的事情在我们家里都是可以商量的。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给了我很多空间，这个是我人生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认识了查理，他是比我爸我妈以外最能容忍我的那个，就是在很多方面很能包容我，也给我很多空间。当然我们俩在一起，就像查理所说的，我们真的是互相改变对方，我为他变了很多，他也在为我不停地在改变自己。那我觉得我们俩有今天，我真的是非常感动，而且我觉得非常感谢好多谢爹哋妈咪养大咗 Charlie， 同埋敢听话，同埋阿公，同埋所有嘅二家姐 Vivi 姨，多谢你哋对 Charlie 咁好。我真的很感激你们可以这样，感激你们可以给个 Charlie 这么好的 Charlie 我。是，多谢大家今天，希望大家吃得开心，玩得开心。Thank you.
玩得好開心啊！嗬。我想呢玩得最開心呢就一定有啲姊妹嘅，不過啲兄弟呢見到姊妹玩得咁開心呢，我哋都被玩得好開心嘅。咁啊 ，Rosa， 你今日呢對啲開門利是滿唔滿意呢？開門利是，姊妹滿唔滿意啊？哦，我哋俾面啊，新郎哥放過你哋一馬。咁除咗呢今朝呢除咗我哋玩得好開心之外呢，都有好多溫馨感人嘅場面㗎喎。好，咁不如我哋而家咧就一齐睇下一啲今朝精彩嘅片段啦。双手拥抱，可跟天对赌，无论有几高，就如绝路，隔绝尘俗，只想要跟你可终老。来跨出那地图，不需好报，都只想你好，能共你沿途内话天梯，不用忌讳，纵伤留言全捍卫。留住你旁人如何话过不可一世，问我亦无愧，有你可失去我一切，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千夫所指里谁你敢不得罪，仍还受你尽在世间名碎，几多对能到精髓，能撑下去，竭力也要为爱尽瘁。
抱紧一生未过滤。云海边也许永不知道，能相拥到白头一起偕老，不跟天斗高，前面有几高，一片荒岛，每步随着攀登，叫双手都粗重。从崎岖这路途开很给你，可走得更好，能共你沿途来爬天梯，黑夜亮丽，于山头同文红海中发誓，能说你旁人如何话多不可一世，问我亦无愧。有你可以找破这天际，几多句词从来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千夫所指里谁你都不答对，仍还受你存在世间应水，几多对人到几多精髓，能走我忍一生未多泪，一张手以幸福包围，泥墙解救，现长袖，怀着勇气，是爱得永久。几多对词，从爱到几多岁，不关念如何做世界之最。所指里谁你登不登对，仍还受力存在世间轻水，几多对人到几多积水，能走下去，天地也要为爱尽水，抱紧一生未觉累。自从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其实呢 我原本呢不是揀这首难度咁高的歌，因为我前两晚呢在 Terry 那里喝酒呢，跟住他是都要我唱这首歌，但我其实唱不到。那我原本呢我揀了一首很老土的歌的，那不如现在没歌，那大家想不想花一点时间？不過其實呢首歌唔係好記得歌詞，咁啊，大家係啦，知唔知啊？係咪好老土呢？相遇的最初，我竟如無端的心碎，講不出。为何相处得更多，更清楚你是我所寻那首歌。如没有遇到，我又能认识生命我，全赖你温馨眼望，来让我找到我。亲爱的，你假让你开，知否我将不知如何。亲爱亲爱的，能共你呼吸，让认识生命我，全赖你温馨眼内，来让我找到我。喜欢你是你，痛你最多，喜
我是我，因此你属于我，喜欢你是你，永不会找到多一个，前路要与你共同踏过。亲爱亲爱的，你假若你开始否，我将不知如何。亲爱亲爱的，你知否你是不可代替的火，如没有遇到，我又能认识生命我，全为你温馨眼内，来让我找到我。喜欢你是你，同你最多，喜欢我是我，知你属于我，喜欢你是你，永不会找到多一个，前路要与你共同踏过。人生色彩无比精彩，全为当天你飘来，然后我明白天水每天早晚与将来和你去爱。多谢晒，多谢晒。咁啊，其實我真的不知道講什麼好，其實我沒什麼準備的，咁啊，不過 我曾經考慮過，其實我不唱的，因為我覺得一同埋唱不到，咁但是我覺得即如果趁咁多人一起喺度見證，咁我好想俾個驚喜你，咁希望你喜歡啦。其實呢，我成日都 complain 佢冇乜 surprise 噶，唔理係咩節日啦。總之佢係冇 surprise 嘅人咯，原來係湊埋一齊啊！湊埋嚟緊廿年啊！唔係嘛？每日都俾 surprise 你，係啦。咁其實播韓國 prevailing 真係真嘅。咁大家慢慢食，咁我哋都想播翻我哋啲 prevailing 嘅video 俾大家睇。咁就Ricky， 我哋都可以播，咁啊，大家繼續慢慢食享用呢個晚餐。咁我知道好多嘢我哋都可能做得唔好，咁真係請你哋多多包涵。咁喜歡我是我，因知你屬於我，喜歡你是你，永不會找到多一個，前路要你共同踏過。二三，好啦，我会变，我变会变咗啊嘛。